白天鹅，芭蕾舞的一个名剧。对对对。通过这儿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来。据传说，说你跳舞跳得很好。还行，其实我都是做综艺主持之后苦练的。对，你说的让我们很惭愧啊。我们一直就没练过，不过今天来到有话好好说了。你方便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美妙的舞姿吗？方便的，就秀一小段画壁里，就是当初让男人为我痴迷的那段舞吧。画壁是今年当红的一部电影，2亿票房，据说2亿票房，已经分了你多少了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觉得是无比光荣的事情。你这么说，我觉得特别开心，太好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我替投资方感到高兴，这俩钱可没白花。来欣赏一下柳岩在画壁里面的舞蹈。好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！我没想到你还能跳舞啊！这个是微扭摆了一下，这个是反映了一个什么故事情节呢啊？啊，真不容易。我发现一个小秘诀，柳岩。